大家，今天是跨年夜，所以我今天要跟朋友出去玩一整天，然后想说也带大家看一下纽约的烟火。但是今天的纽约天气真的超烂的，就是这种，反正就是浓浓大雾，然后要下不下雨的那种感觉。听说晚上会小飘雨了，但 anyway，反正今天就是要见老朋友，所以怎样都好。我们现在就出发去找我的好朋友吧。哦，然后这位朋友已经出现在我频道很多次了。在捷运站某个月台等我朋友，但是因为这个月台太大了，所以他还在迷路当中。谁来了？好，欢迎我们本日的跨年大来宾，久违的频道常客罗小姐。我们等等要同步跟台湾一起跨年，还有大概12分钟，对，12分钟，算了，啊，再来了，再来了。Okay, so two, go for two. Or you want bacon or sausage? Okay, I'll go pass it. 大家看一下。Okay. 哎，它变得很脆。没有，先跟大家 update 一下，来，那你来跟大家 update 我们现在在干嘛？买咖啡。对，我们现在来了一间在 Williamsburg， 然后我上次已经来过一次，但是没有买成功，因为就人太多。但是这间咖啡店就是在 Google Map 上面有5星 review， 然后有大概超过400个，所以我真的很好奇这样子。我们等等。老板的胡子超多。你管很多。来喝第一口，喝第一口。等等，你要转过来，你要转过来，面光面光。我不会评价咖啡啊。OK OK， 它是那种尾韵有一点点酸的。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尾韵有酸的咖啡，但是它整体喝起来那个舒适度是很好的，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都给它 five star。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家了。对我们家的感想是，很棒。我今天还为了你特地把全部就是打扫的超干净，应该有感觉吧？好，反正我们今天的行程呢，就是我们要去我们家附近的二手店稍微小逛一下，看能不能掏到好衣服，然后超市买一下今天晚上煮火锅的青菜什么的。哟，天哪！跟大家分享，我刚刚看到这件外套，它居然只要15块，今天大特价，而且它是那种超厚的版型。你可以赶快去挑一点东西吗，姐妹？好，现在呢，我们买完二手衣回来了，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刚刚买到超多超便宜又好看的战利品，我真的吓死！我只能说，我真的爱爆我们家附近的二手店，因为我们俩一致认为，说我们家附近的二手店才是真二手店，就曼哈顿的二手店或者是那种布鲁克林精致小区二手店都不是真二手这样子。好，然后我先跟大家分享。我刚刚买到的第一件是刚好在影片秀过这个 Levi's 的，它里面是还有铺棉设计，然后我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稍微，它绿的很好看。对，它绿的就是很有个性，很适合我，而且它跟我的那个帽子就是有配搭，小帽子可以戴。然后第二件呢，是我之前有在曼哈顿的二手衣店看到的这种，这叫什么东西？背景吗？很好，外搭在各种不同的衣服外面，你也可以拉起来。对，然后可以做出不同的层次。然后现在这个是没有拉起来的感觉，拉起来的感觉给大家看一下。然后这件也是15块，哦，刚刚那件外套也是15块。然后我们家 DB 呢也买了一件很好看，要啊，你要穿啊，过来秀一下，秀一下，来给你一点新的。反正我觉得它这个外套的好地方就是它肩线没有很突兀，就很顺着滑下去，而且然后很胖，对，然后它长度又很刚好，这样子，都会女性啊 ，Boston girl。好，谢谢，我们现在，OK，
准备开始我们的火锅之夜，洗菜 Vivi， 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好，嗨大家，我们已经吃完火锅。等一下屁啦，有什么好等一下，你长这样啊。现在的计划呢是我们要先来看电影，然后吃点心，就是我最近很爱的点心，就是这个是香草冰淇淋配上红豆麻薯，这个超赞的。香草冰淇淋。对啊，干嘛啊？我们要看什么？你要拿过去一点，你要近一点。没有，你要手挡一下。哦，还真的有。有。冰淇淋吗？对。那你有什么放下面？哦、因为我想说让他退兵啊！等一下啦，他退兵太久了啦，他现在已经变得很像，可以吃吧？还是可以吃吧？我不想吃这个。没有这么好吃。我也冰回去了。嗯，冰回去，冰回去。我没有不看剧的。사람들응해주셔서감사합니다现在要去布鲁克林的一个 park 叫做 Prospect Park 看跨年烟火，对，然后跟大家 update 一下我们刚刚看的那个 Netflix 电影叫做《二十世纪少女》，对，然后他给我大哭，其实我觉得剧情还不错，但我不觉得也需要到哭，但是他就在那边结尾给我一直哭，我就OK， 好，反正那部我自己还蛮推荐的，就是原创的 Netflix 剧，然后我觉得没有到烂尾，整个时长还蛮长，可是我觉得节奏算很快，就是你不会觉得说很浪费时间之类的。除了那个滤镜啊，对对对，然后那个整部电影的滤镜感有点重，就很像那个他说的像 B612 那种感觉，但除此之外一切都 Fairy Tale， 除此之外一切都很不错，这样子。好，我们刚刚出发吧 ，Let's go。我们现在来到跨年这边，就是 Prospect 再一次，对，反正我们现在来到跨年会场这边，然后有 Life Band 啊 ，Life Band。为什么我今天讲话舌头一直打结？到底为什么？对，我已经有点神志不清这样子。